骗自己，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，却该掉入我自己的陷阱。昨天我手机的阳光像闯进你心房，暖暖的我像水在热的海洋，今天你笑得很晴朗，想给我一颗糖，甜甜的你像故事里的绵羊，今天你笑得很晴朗，想给我一颗糖，甜甜的甜甜的你像故事。双鱼座，首先我们将骰子横向纵向各折成八等份，形成64格，然后我们将第六排格子的这个横向我们向内对折，也可以直接用刀裁剪，将格子画出实线与虚线图，大家一定要先画好再折啊，这样的话会比较容易一些。来，我们看手法，首先将这个实线虚线分别整体的把它折出来，捏住中间，哎，我们将这个位置打开，虚线向下压，然后这个位置向内推，这个折法真的很简单，只要大家呢按照树姐姐给你们画好的实线和虚线图，就没有不会折的。折完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些空隙都用白胶固定好，粘好之后我们将这个双翼整理一下，好了，一个双鱼座就折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就更加爱他，一路以来的就不理睬。